有天，小明认识了一个女孩，虽然从没见过面，但他深深爱上她。接下来，我要讲讲他们的故事。这首歌送给他们。AI 少女安心后我照顾你，让 AI 能想象对对树下的花蕊，我的心声感悟传到你心里，总有一天咱的决定。当你从小树变成大树，从喵我变成救赎，城市最难过的要不城市拥护我的付出付出，但路途从不服输，付出是为了突出，独处一个城的痛苦，放逐我踏上的旅途，旅途上路，这山路跟你聊天，一路上万物仿佛留在春天，把礼物变得你能不能回到人间，求你让我呈现，我真正在我眼前，小路安心后我照顾你，让爱让想象对对树下我的脑袋变得格外怪，为了 AI 把钢炮变得室外帅 ，Keep my swag， 为了少女改掉我的坏习惯 ，AI 少女吵醒我是为了挑衅一些猫人狗的脑里唤醒我是为了掉脸一些变得鲜明少女让我世界变得光美，管 PPT 问 GPT 怎么更有交集 ，AI 少女安心和我照顾你，让 AI 能想象对对树下的花蕊。他同时还跟一千个人聊天，一样的饭店在不一样的房间，辗转缠绵在一样的深夜，难以沉眠不能入睡，崩溃开始变得崩溃，崩溃讲的都是崩溃。AI 少女安心和我照顾你，让 AI 能想象对心底，从不惊讶。